解除急性酒精中毒是可以被安全选用的。盐酸纳唑酮是治疗急性酒精中毒有确切效果的药物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它的不良反应，比如说各种心律失常、室心心动过速、室颤、高血压、低血压，甚至是呼吸的抑制啊等等，它有它的一系列的不良反应，所以说在临床上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如果说只是轻度的急性酒精中毒，大家可以在医嘱的指导下使用纳唑酮生鲜片。如果是严重的急性酒精中毒，请大家一定到医院就诊，避免耽误病情。专家提示：盐酸纳唑酮舌下片解酒安全吗？盐酸纳唑酮用于解除急性酒精中毒，是可以被安全选用的，但是也要注意它的不良反应，比如说各种心律失常、室性心动过速、室颤、高血压、低血压，甚至是呼吸的抑制等等。如果只是轻度的急性酒精中毒，大家可以在医嘱的指导。